因为鼻涕子很好吃哦，就没那么奇怪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滴下来了，哎呦，好久哎！你要去穿衣服了呢。我有穿外套。可是你还有哈欠哎。哎，你没有吃。对呀、啊，我等一下再吃。嗯，好。嗯，可以帮我开吗？好啊，你现在吃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你怎么一下子就打开了？嗯，谢谢。我看见你这顿饭很好吃的。嗯，我觉得依依给我吃的很好吃耶。因为这是我妈妈买的，是家乐福。去家乐福买的糖果。嗯。我们还要吃早餐。那它是什么味道的？什么？那个糖果是什么味道的？嗯。我等你看哦。嗯。我。怎么偷掉出来了？掉去哪里的？上面。嗯。我们剩下一个了。哇，那你要今天吃吗？你看糖果是长这样。是长这样哦。嗯。它是什么样的糖果？你看哦，这个。嗯，它是芒果的。嗯，芒果的。嗯，不是芒果。不是芒果。那我也要吃一个。好吧，那最后一个了。哇，我没吃光光的。你吃光光的。